饮食啊，它的用意是让我们平常饮食减少糖分的摄取，减少淀粉类的摄取，然后增加优质的油脂跟蛋白质，那降低脂肪的囤积。那在牙周病医师的观点，我们认为少量的糖食进取摄取的确是对牙齿有好处，因为太多糖分在牙齿上累积时间，如果太久容易形成蛀牙，但是并没有办法应用升糖饮食来降低牙周病的问题。所以如果病患想要降低牙周病，还是请病患去寻求牙医师的咨询检查，做更进一步的治疗，才会有真正的帮助。其实只要吃东西，只要进食细菌食物，就形成一个生物薄膜，我们叫它 biofilm， 它们就留在牙齿的表面上。所以不论吃什么都 OK， 但是一定要把它刷干净。所以我觉得生酮饮食它用意是减少糖分的摄取，其实糖的确是会酸蚀掉我们的牙齿，所以对牙齿或许会降低糖分的摄取，或许是好的，但是还是要把握进食完就刷牙的原则，还是对牙齿最根本的健康之道。